迪狗狗尿黄怎么回事？泰迪狗狗尿黄是怎么回事？尿黄其实有很多原因，有的时候是一个一过性的生理的问题，也有的时候就变成了病理。比如像水喝得过少，夏天总是在外面疯，水又喝得比较少，小便自然又少又黄，这是正常的，没有什么大碍。但是如果我们会发现，哎，它好像吃喝也受到影响了，精神也变得不好了，让小便发黄，这时候我们往往要排除的，比如像肝胆的一个问题啊，看一下它有没有黄疸的迹象啊，它有没有厌食呕吐这样的情况啊，它有没有腹痛这样的情况，都有可能会预示着，哎，这到底是不是一个肝胆性的疾病，或者有的时候溶血性疾病也会，溶血性疾病是什么？精神非常的沉郁，不愿意动，鼻头发干，那经常会伴有一个发烧。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小便呢，不仅是黄，可能变严重了，就变成棕色，或者是茶色、咖啡色都有可能会有。啊，所以碰到这一类情况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去医院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啊，正确做好这几个问题的区分，啊，我们才知道如何更好的去帮助到他们。小贴士：泰迪狗狗尿黄，比如像水喝的过少，比如肝胆性的疾病，或者有的时候溶血性疾病也会。精神非常的沉郁，不愿意动，鼻头发干，经常会伴有一个发烧，然后这个时候小便不仅是黄，可能变。